上课了啊。我们讲远古非洲，我们今天呢，重点来谈那个非洲人的个性与他的环境啊。我们这个开始的导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非洲啊的地理环境和那个啊非洲人的个性和历史文化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愿主帮助我们同学思考，不至于把非洲人不当人啊，歧视他们，也不至于呢，也不至于崇拜他们。有一些女的啊，很喜欢非洲男人啊，不至于瞧不起自己本民族的人，跟他们一些超民我们的国家给非洲人很多超国民的待遇啊，每一年啊，他们有补助，将近10来万人民币啊。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至于贬低别人家，也不至于抬高人家，而是在用嫉妒的眼光来看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非洲人，我们都用嫉妒的眼光去看他们。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大家可以看一下第11章，我们那本书啊，在讲了一些非洲的故事啊，大家呢看一下，那书也比较好懂啊，但不是我要讲的，那么讲不念一遍有什么好意思啊？我们讲远古时期的非洲啊，我们先看非洲的地图啊，非洲的地图啊，正好呢，我这个地图呢不太好啊，我找的地图不太好。大家打开一本书啊，《世界知识地图册》，翻到非洲啊，有没有世界地理图？各位同学，都有世界地图吗？有，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啊，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非洲吧？我也网上找不到这么多图片啊。非洲呢？我们看一下啊。非洲也有叫 Africa 啊，非洲一共呢，面积有302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呢，中国土地面积的960啊，3倍多一点点啊，大概相当于3个中国啊，3个多一点的中国的面积，非洲啊，人口呢，现在我这里是根据看一下啊。人口是多少呢？8.5亿啊，8.5亿人口。这个是我看，这是几年的统计啊？应该是2021年的。看，这是山东地理图，这是2010年的。那这个现在应该不止了，现在应该是9亿以上的人口了啊！啊，就这么一个地方啊，三倍中国。大概3倍于中国。你看那个非洲这个地形图像个什么？大家看一下非洲的这个地形图像人的什么？大家看这个地图，大家想看这地图像什么？像人的脚吗？有点像人的脚。心脏。鸡腿，像个鸡腿啊，像个鸡腿啊，确实也像个鸡腿啊。我的感受是像个人的那个骨头啊，那骨头一起一副的那个男人要在练肌肉的那种肩胛骨。你看那两边呢，你看到啊，两边都是啊拱起来的，看到没有？两边是拱起来的，北边是沙漠，这南边呢也是沙漠啊。啊，有绿色的地方呢是很少的，你看啊。北边是沙漠，南边是沙漠，两边呢是拱起来的，都是山啊。这个岛呢在马达加斯加岛。那非洲的呢这个、地图你看一下啊，这个是地形图啊，北边是山，南边是山，左边是山，右边是山。北边呢你看呢，黄的呢就是沙漠啊，南边呢和的是沙漠，中间呢有一些这样的线条呢就是河啊。这北边的线条叫尼罗河啊，中间的线条呢叫做赞比西河，
还有一条河叫刚果啊，这边呢，左边的这个线条叫刚果河，还有一些河的小名字，我就不给大家念。这比较有名的三条河啊，尼罗河、赞比西河啊，还有一个刚果河，我这个念起来有点拗口啊。那非洲啊，在东部最高的山呢，叫乞力马扎罗山，大概是8800多米啊，排名世界第二，就仅次于那个中国的喜马拉雅山。哦，是不是五千多米嘛？5500，好像看一下5000多少，乞力马扎罗山啊，没背错吧？背错了吧？5895。5895，对，我背错了，5895啊，那我该记错了啊。然后呢，在最北边的世界上面最大的沙漠啊，是叫做撒哈拉沙漠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是大致的地形。是撒哈拉沙漠吧？撒哈拉沙漠如果普通话没读准撒哈拉沙漠在北这个国家很奇怪非洲的国家，它的国与国的边界，你看到了吗？就像拉的直线一样的，就像拉的线条一样的。你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也好，中国跟俄罗斯、中国跟越南、中国跟朝鲜，我们这些地方的边界呢，是以山川河流为边界的，大家知道吗？古代人他生活的地方的边界啊。不管是中国还是别的国家，都是以山川河流为边界，自然形成的，大家知道吗？比如说山那边，比如说黑龙江北边大兴安岭原来是中国的大兴安岭以外的地方怎么样呢？那就是俄罗斯的。那么我们跟那个越跟朝鲜，图们江那一边呢就是朝鲜，图们江这边呢？说中国的东北，它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什么呢？你不可能翻山越岭过去嘛，对不对？翻山多费劲呢，然后过河呢也很费力那中国跟尼泊尔跟印度之间，你怎么区分呢？就喜马拉雅山脉把我们呢把分开了就这样子的。那非洲的边界它不是这样子的。这就是跟非洲的历史有关，非洲是殖民长期受这个殖民地影响，是吧？地嘛。哎，对，受殖民地的影响，同学们讲得很好王生早讲得好。殖民地呢，后来呢，这殖民地国家与国家之间比如说英国跟荷兰之间，他怎样区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呢？他就拉一根线呢，就这样的，就拉一根边界了。那原来非洲它没有民族这个观念有的，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没有这个部落观念，他们只是我是哪个部落里头的。今天很多非洲为什么它很难以治理我问大家，都是部落，最原始的那种部落，那你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个国家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殖民地他们自己原来没有国家，就形成了这个国与国的边界呢，就变成了这个什么呢？这拉直线了。好，现在我请大家你们所在的城市有黑人吗？你所在的城市有黑人吗？没有，有没有吧？有。看每个哪个地方城市，一般广州中国广州黑人最多不其过那次只限于大城市，我们这小县城也有。现在也有了小县城也有了，以前嘛，小县城很少有黑人最多的是广州请广州的同学来跟我们来谈一下，你认识的非洲人的性格是怎么？你们广州的同学能不能聊一下？你见到的非洲人的性格是怎样的？
还有同学聊一下，没有的，没有啊，没有一个广州的同学啊，这里我们班没有一个广州的同学，我看一下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猜到啊，有有，嗯，哎，广州这边多，最多是在小北那边，就是白云区做皮具生意那边比较多，就广州火车站附近。是是是是，对，他主要是在中国做生意嘛，嗯，有些已经定了啊，刘天恩啊，你说。东莞的，我见过黑人，而且就在我们小区。啊，还好。那个，你看非洲人嘛，他有什么生活习惯？非洲啊，我说非洲那种本地人啊，不是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几百年的那种非洲人吗？那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不用问你，我不用问你了啊，我不用问你，那种非洲来的人，不是美国或者说已经待了几百年了的那种黑人，那不是这样。都不知道，广州那么多黑人，你们没跟他打过交道，或者是不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啊？然后同学，或者是北京和上海的同学有吗？北京和上海，还有那个浙江义乌啊，做生意的啊，黑人到义乌那里去有吗？聊一下。老师，我觉得。我在广州碰到过几次，嗯，他们喜欢擦很浓的香水，觉得特别臭。啊，擦很浓。然后啊，擦很浓的香水啊，嗯。哦，我这是广州。然后呢，他们的就是年长一代的话，就比较就有些不好的印象，有的是比较粗鲁，然后呢说话不是很客气。但是年轻一代，就是这些小孩子们遇到过几次，就是。有时候我有时候我女儿不小心就撞到他们，就地铁上，然后他们就很客气，感觉很彬彬有礼。嗯，还有呢？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因为我们学历史啊，说得明白现实。嗯，还有吗？其他同学聊一下你在见过的非洲人。都没见过非洲人呢、啊，或者是都跟非洲人没打过交道啊？我是见过，我没见过。啊，没见过也没关系啊，我就承认。我们这边。我见过两三个，他们那边特别喜欢吃可可豆，好像是，嗯，然后他们那边可可油是比较著名的，啊，老师，我在聊城这边聊城大学里面见过一些留学生，啊，然后。感觉没跟他们交流过，但是看他们的外形，就是觉得他们的头发很特别，嗯，就是那种卷卷的，然后他们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小小的那种辫子，嗯，然后是夏天遇到他们的，反正就感觉他们的穿着上面会比较随意，就是穿着短裤，然后穿着那种拖鞋，就是凉拖，嗯，就感觉跟老家的。那种大爷大娘很像，老师，哎，我听说那个巧克力就是非洲那块先发现的，嗯，好好，你先说巧克力，我以后再给大家讲啊，哎，老师，还有那个非洲人，他们喜欢拍那种小手鼓，嗯。
那个手骨还不到六寸，好像是。嗯。啊。我在这外出。丹尼，你想说什么？太小了，同学太小了，可能不是一天世界历史啊，太小了。你看你们都十来岁了啊，我问一些生活经验的事情，你因为你们见过就不好谈嘛，对不对啊？我们学习历史为了现实生活，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古代啊，你回到古代去干什么呢？对不对？回不去嘛，是吧？你解释他为什么会这种生活习惯啊？那我其实我跟非洲人打交道也不是很多，我在广州呢待了4年半啊。一般上车的时候呢，我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因为我就已经信耶稣了。我跟非洲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啊。那我先收集一下大家这些信息，还是网上的啊，网上的一些信息啊，这刚才你们看到的啊，网上认为呢，非洲人呢比较懒啊，还有一些人呢认为非洲人呢体力啊。强大啊，搞运动啊，你看网上的非洲人懒，特别中国人解放，我们国家现在在非洲有很多投资嘛，投资啊，你雇佣呢，非洲工人呢，做事慢啊，这是很普遍的啊，做事慢，然后呢，很容易懈怠，这是我们国家，那非洲人呢，这个呢，体力很强大啊。当然啊，善于呢田径啊，然后呢善于呢拳击啊，还有那些啊搞短跑，短跑，搞那高铁的那个老师，我有一次我看马拉松，黑人老厉害了，所有队伍都没都连第一个来回第一个来去也没跑完，黑人就唰一下回来了。是，他体能很好啊，体能很好，非洲人的体能很好，他生来就很好。嗯，他应该是那个，因为他的体毛比起咱们黄种人和白种人非常少，几乎是没有，所以说他有超级强的散热能力，对吧？啊，对。等一下我们再讲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征啊，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征啊？老师，但是我听说黑色是吸阳光的，白色才是反射阳光的呀。是啊。是。那为啥说黑人有散热能力？嗯，你看我慢慢再讲，慢慢再讲啊。我们先讲现象、啊。因为皮肤被晒伤了。对，为什么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了解它事实是怎样子的啊。那么在非洲呢，他们国内一些女性啊，女大学生呢，就很喜欢跟黑人来往啊，黑人来往。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姐妹还嫁给了黑人，在广州。然后他们呢是做服装生意啊，现在很多华人呢中国人呢在非洲开工厂投资啊，我们国家有一前夕习近平做国家主席的时候跟非洲投捐资了500亿美金的各种各样的援助啊，是不是的帮助非洲，所以说我们国家在非洲呢现在呢跟非洲的关系呢整的来说我们国家跟非洲关系蛮不错啊。我前些日子还跟传福音的一个对象呢，他也到非洲去帮着非洲搞一些电信安装呢，搞些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他们反馈回来的，非洲人做事慢啊。然后呢，非洲的教会啊，就是呢都比较反律啊，就是只讲阴性诚意啊，就是讲阴性诚意。那么生活真正呢？生活中呢，离婚率高啊，然后贪腐啊，还有呢那些就是包括末世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一个姐妹他们在非洲的教会啊聚会啊，就是很痛苦啊，那些人呢本来以为是弟兄姐妹啊，
但是呢，你让他怎么样呢？管钱哦，因为工厂嘛，我们真是中国人就是找自己人去理财嘛。他找了莫氏的儿子啊，莫氏的儿子去理财，谁知道那个莫氏的儿子呢，更贪财啊，更贪财，你就会气得要死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中国教会反利主义也很严重啊。不守规矩啊，不情不义的人呢就很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他为什么会这种现象出现呢？我们今天也解释一下啊。他原来这个，大家一定要手上要拿一本世界地图册，我有些地图我翻不过来啊。我们看一下啊，非洲地形图啊，非洲地形图啊，塞哈拉，你看一下塞哈拉沙漠在哪个位置？塞哈拉沙漠在北部，非洲北部啊，找到了啊，非洲北部啊。然后，尼罗河在哪里？在什么？埃及那个地方，苏丹和埃及。我跟你讲，你找到了，你就说找到了啊！我因为我不能看大家看这些地图，阿特拉斯山脉，非洲的哪啊？北部还是南部、西部？阿特拉斯山脉，你看了非洲地形图啊？我你找一下啊！我们看非洲阿特拉斯山脉，看到吗？非洲北部啊，非洲北部啊，还有我问大家找几个地方，埃塞这个东非高原，看到吗？东非高原，埃俄比亚啊，对，很大，叫东非高原啊，然后刚果河，看到没有？刚果河在刚果境内吧，跟那个……哎，对对，刚果河在刚果境内，是很大一条河啊。还有那个赞比西河，等一下我给大家讲，先找到再说啊。赞比西河，赞比亚附近吧？啊，对，南方有两个沙漠啊，非洲南方有两个沙漠，一个卡拉哈迪沙漠。还有个纳米比亚沙漠，这两个沙漠靠得比较近，看到没有？看到吗？看到吗？南方有两大沙漠啊，北方有撒哈拉沙漠，南方呢有卡拉哈迪沙漠、纳米比亚沙漠。看了吗？看到了吗？两个沙漠一定要找到啊！要找到南方的两个沙漠，一定要找到，你要不然你不会明白非洲人的个性如何。卡拉哈迪沙漠、纳米比亚沙漠，找到了吗？同学们一定要找到啊！我看不到你啊，你能诚诚实实啊，就找到这两个沙漠，找到了吗？都没找到啊？我看一下你们留言啊。找到了是吧？你们讨论什么？这个埃及，以后再叫埃及啊？埃及是什么？哪里来的人呢？埃及应该跟阿拉伯人没有关系吧？现在的埃及人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啊。现在的埃及人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古代的埃及人就不见了啊。是留下一个叫什么图啊？我以后再跟你说，外面这个卡住了啊。埃及前面讲过了，我们以后再专门讲埃及。我接下来讲呢，
推着土著啊，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原来的埃及人啊，不是原来的埃及人。我问大家这两个地方找到没有，纳米比亚沙漠、卡拉哈迪沙漠在非洲的南部，大家找到了没有啊？找到了没有？一定要找到啊。找到了啊，一定要找到，不是说可找可不找啊。你既然上这个历史课啊，否则你不会不明白非洲人的个性。等一下我跟你讲啊，其他的一些小地方你看一下啊，还有什么尼日尔河啊、扎德湖啊、维多利亚湖，看见了没有？维多利亚湖啊，一个大湖泊，还有坦根尼格湖啊，还有维多利亚瀑布啊，这些小地方呢我就不行了。还奥兰治河啊 ，Orange， 还有很多沙漠啊。我们啊，现在我们来分析啊，非洲有什么特色？这片土地上面有什么特色呢？这片土地啊，首先它在气候环境上面呢属于热带气候啊，夏天的温度呢可以达到平均50度啊，50摄氏度。你们遭遇过最热的气候是什么？多少度你能够受得了的？如果没有空调，你的皮肤能够忍受多少度的温度？40度。丹东那年46度啊，那已经是很让人崩溃了啊，46度。但是非洲呢，夏季气温可以达到50来度啊。那么年均降雨量呢，像那个基莱万岩赤道附近呢，可达2000毫米。2000毫米的降雨量是个什么感觉呢？相当于中国的海南的气候环境，或者说广东深圳，或者说啊珠海的这种降雨量。知道吗？是这么一种降雨量。然后当然沙漠地带的降雨量没这么多了，沙漠的也就是说非洲是个又热又湿的地方，又热又湿的地方。除了沙漠以外啊，沙漠是热但是不湿啊，其他地方呢是又热又湿的地方。所以说又热又湿的地方人也长什么，又热又湿的地方人也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来？热带植物啊，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植物啊。我这里没给你帮大家配图片，你啊。好，我们分析了这气候啊，然后呢我们看地理环境啊。北方是撒哈拉沙漠，请问如果人进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他出来不人不容易？出来穿越沙漠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然后还有一块沼泽地啊，两边南北两边都是沙漠，撒哈拉沙漠，还有呢南非这个地方呢叫卡拉哈迪沙漠或者纳米比亚沙漠，南北两端都是沙漠啊。沙漠里头有人，等一下讲，不是绝对没有人啊，但是你要穿越这个沙漠平时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艰难，不说100%的不可以啊，这个国家是非常艰难的。同样的，非洲两边啊，东西两边啊，一个是东部山脉和西部山脉，请问翻山越岭容不容易啊？穿越沙漠很难，那翻山越岭容不容易？你这种东非啊高原呢，还有这个啊，阿尔达马山，还有什么阿特拉斯山，这些山脉，你翻过它，翻过来容不容易？你们说，你将良凭良心说，你没有特别的装备啊，就是普通的，就两只脚啊，两只脚翻山越岭，容不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你想想看看，都不容易。那么你想想看，非洲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非洲，他想要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啊，他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子啊，南北啊自由来往，比如说湖北人到湖南来容不容易啊？就点这个长江啊，如果没有长江，你说安徽人到江西去容不容易啊？或者是山东人到江苏去容不容易啊？没什么费力的。
你说容不容易？你将心比心想想看，那这是华北平原，对不对？华北平原，中国古代啊，有的地方闹饥荒啊，哪个省份闹饥荒，就一般性会逃到哪个另外一个省份去。比如说以前河南闹饥荒，他就往湖南逃。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老家是河南的，闹饥荒闹什么的，就打仗就跑到湖南来。为什么呢？你从河南跑到湖南呢，当然也要费力啊，不可能有飞机来送你。但相对来说怎么样呢？相对于非洲来说怎么样呢？容易啊，相对来说非洲来容易啊。啊，因为我们不需要翻山越岭，知道吗？不要穿越沙漠，那只是一路啊，就算我是要饭的啊，我一路上要饭怎么样的，我能够要过来，对不对？因为家家户户他是村长连着村子连着村子嘛，中国人是什么，这个村子那个村子他互相连着嘛。当然你走路也是累啊，这个东西完全不像你坐火车的累，嫌累嘛，有些人现在啊坐飞机的嫌累，那就没办法了啊。非洲你想看他这种地方，他一点导致了社会生活它一点是封闭的。还有一个啊，非洲的除了山，这些河流大家看看什么，刚才我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些河流，什么赞比西河啊，刚果河啊，这些河呢是穿越这些东西两部的啊山脉的。而河流的速度，你这流水的速度你想快不快？如果那个水流啊穿过山脉，你想想看它是什么样的速度，落差很大，一旦水流速落差很大，它的这个航运价值不高吧，容易翻船。对，王胜早讲的很好，就生活经验啊，就航运价值不高，你会穿越这个什么呢？发生你一般的船怎么样呢？你没有现代化的这种像那个军用的那什么皮划艇了，现在的这种，这是多少这几年才有的事情吗？这几十年才有的，你古代的都是木筏子，木船。你根本就惹不起他这些河，惹不起的。所以来往中国的中国哪个地方，那个河流速度很快，不适合去划船。三峡在什么？三峡叫鬼门关啊。一般人呢就很害怕啊。中国啊，就那个地方，整个长江基本上呢适合于航运，就是三峡那个地方啊。速度很快，李白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是浪漫的，是吗？真正的你这个人让划船的人，你问以前啊很苦的一种人叫了，这那个专门呢有那个苦力啊，在重庆啊，重庆啊，湖北啊，因为那三峡在宜昌嘛，这重庆和湖北之间嘛，那就靠苦力，因为水流速度太快了，怎么办呢？人家翻船，所以请人呢跟那叫纤夫啊。妹妹你坐船头，哥哥你岸上走，这是很浪漫，实际上一点都不浪漫，知道吗？黄河上面也是三门峡那个地方呢，那个九曲回肠的时候呢，那个船呢也容易翻船。那中国人呢就想了个办法，用个什么那个纤夫啊，拉着绳子啊，这样子呢避免了船上的东西呢翻到河里头去。但然后呢你过了三峡，整个长江的水呢都就很温和了。很温和了，所以长江呢是中国的什么呢？一个经济命脉，也是黄河呢，也是中国的母亲河。而非洲呢，除了尼罗河以外啊，除了埃及的尼罗河以后，没有哪一条河是母亲河的，它孕育不了文明，因为水流速度太快了。当然，现在的发电是有现在的事情了，是近代社会的，在古代社会到哪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发电呢？对不对啊？它没有这种河的这种航运价值。还有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很湿热啊，很热很湿啊，那么人也生什么病带着嘛？大家有没有去过广东的农村，或者说贵州的农村啊，不说了那个广西的农村，或者说是那个云南的农村里头去，那些树林茂密的地方，也天气炎热的地方，还什么泰国啊，什么缅甸、啊、里面被那些蚊子咬了，好像是得疟疾，对吧？啊，对，王胜咋讲的很好。这些地方呢，你看上去风景非常好，发展优美，但是你生活在那个地方怎么什么呢？你就如果没有别的保护措施，你就苦不堪言。如果被非洲蚊子叮了的话，可能会得热死病的。
大家看一个中国远征军呢，我们的团长和我们的团啊，那叫黑死病，而且军人都吃不消，军人是个特殊训练的嘛。那个我的团你有时间就看一下，我推荐个电影，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团啊，有这么个片子啊，就是讲中国远征军在那个缅甸森林里头的生活，有毒蛇，有蚊虫，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让你痒的要死的啊。还环境很潮湿，人也来生病，这是啊。那缅甸怎么说呢？我方便大家理解啊，让你理解非洲这种啊，看上去资源很丰富啊。哎，这热带雨林呢啊，穿越容不容易啊？热带雨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看这个片子啊？热带雨林里头还有各种样的猛兽、毒蛇啊。猛兽、毒蛇、蚊虫、疾病，还有各种皮肤让你虽然不至于死啊，痒得你要死的那些啊，各种各样的有毒的树叶啊，你一般人哪，你又不是专门研究热带雨林的科学家，你哪搞得清楚哪些东西有毒，哪些没毒了，对不对？你渴了，你喝水到哪些，哪知道哪些水是干净的，哪些是不干净的？所以什么是热带雨林呢？是的，很难穿越。热带雨林的啊，很难穿越的啊。但是啊，这个土地上面呢也有优点，要不然呢人不会生活在那地方。这土地很肥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肥沃的地形图啊，这个河边啊，这南北河两端啊，这些地方呢，包括尼罗河根本不用说啊，我们讲过埃及的文明啊啊。但是埃及跟南部的地方呢没太多关系，因为怎么样呢，各种撒哈拉沙漠啊，各种那个一个沼泽地啊，就说的怎么说呢，他们呢来埃及的文明它不能够传播到什么其他非洲地方去啊，因为阻隔啊。南北两端呢是肥沃的，南非是肥沃的，南非以前是发达国家啊。在那个白人治理时期属于发达国家，这两个地方呢是肥沃的，中间呢土地也是很肥沃，但是行动不方便。在那个圣经历史上面呢，这些人呢统称为古时人，整个非洲人圣经上人有个名字叫古时，皮肤长得很黑嘛，叫古时啊。那么在阿拉伯语里叫苏丹，苏丹就是黑人的国家，叫黑啊。你想想看，你与中国有什么不同呢？中国河流很多，山很多，但是河流呢，它流水速度比较慢，怎么？除了三峡或者说啊黄河的啊那个什么门啊那个什么门江那里啊，峡啊，基本上呢中国。三门峡那里以外，其他的中国河流呢都比较缓慢。中国也有高山，但是它是山，它不是山脉啊。比如说泰山，它只是泰山高。中国有个比较高的山脉呢，就是喜马拉雅山，反正不管它了，就这样的，跟我们很远，对不对？其他的山呢，它只是个山峰很高，它不影响我们的太多的交流。当然啊，广东与湖南之间有个武岭啊，之间呢有些隔断啊，跟你。古代的这个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呢有一些隔断，但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山啊，但是山呢它属于丘陵地区啊，多山多岭的地方，它不至于形成个山脉把它隔断，所以中国就形成了个整体啊。黄河以后、长江以后、珠江以后、黑龙江以后，它都有航运价值，知道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也封闭，但封闭怎么样呢？内部呢怎么样呢？很协调，很来往呢比较相对来说方便啊，除非你有人不想动啊，坐飞机都嫌累了，这人就说不通了啊，这样的啊。那么跟中东地区有什么相比呢？中东地区啊，中东两河流域也很肥沃啊，土地也很肥沃，两河流域啊，可以种小麦啊各种的。但是中东怎么样呢？它是开放的社会，西约地带是开放的，那个你北方是什么呢？希腊文明、罗马，南边呢是埃及，西边呢是西班牙，整个地中海，这地中海
海上的岛特别多，我给大家讲，地中海平均你开船两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可能遇到海岛。西边呢是帕米尔高原，也不太高，叫博斯，博斯也是文明国家。这个博斯、苏美尔、亚述、埃及，后来的希腊、罗马，甚至中国啊，都是呢相互往来的，它互相促进的。哎，非洲呢是个脸盆一样的啊，我在中间，他出去不方便，进去的人呢也不方便啊。你说你找个非洲人做生意啊，包括埃及这么发达的文明，他都传不过去啊。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点的啊，看到吗？你他为什么很落后啊？跟他环境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啊，我们看撒哈拉沙漠啊，撒哈拉沙漠，那么非洲的人，他以前也有人的啊。中国有一个有名的作家啊，叫台湾的，叫三毛啊，他写了一本书叫《撒哈拉沙漠》，他老公呢是个西班牙人，叫荷西啊，啊，写的在撒哈拉沙漠好像很浪漫一样的。我告诉大家，撒哈拉沙漠一点都不浪漫。撒哈拉沙漠呢，大概有932平方公里，大致有美国那么大啊，有美国那么大。撒哈拉的意思呢，就是大荒漠的意思啊。这大哈沙漠里头呢，常年呢缺水啊，啊，土地呢是干旱的，啊，像那瑰丽的植物也很少啊。但是现在考古发现啊，这片沙漠在远古时期呢有文明，大概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这里有青铜器啊。也就是说，撒哈拉沙漠不是完全像现在这样的啊，932平方公里都是荒漠，它之前呢没这么荒，至少啊，那到底多荒？老师，我还听说撒哈拉沙漠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对，撒哈拉沙漠呢，但还是有人。撒哈拉沙漠932平方公里的，一共呢有250万人啊，这是。2010年啊，大概现在最新的数字我不知道了啊，没有这么快的统计数据啊。那每平方公里呢是0.4个人，这些人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绿洲里头啊。撒哈拉沙漠中间呢还是有绿洲啊，可以种什么呢？海藻、石榴，然后呢种啊小米啊、大麦、小麦一些蔬菜啊，可以种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历史上面呢，撒哈拉沙漠的绿洲这里呢并不安稳啊。大家看过那个牛津英语啊，《Secret of Sand》嘛啊，里面呢就是沙漠强盗啊，这些生活在一起叫什么撒哈亚人或者叫啊白白尔族的人呢，他们在沙漠里进行抢劫啊，他们认为抢劫呢是理所当然的啊。沙漠里头的工具呢，基本上呢就是骆驼啊。是有人没有错，不是绝对100%的没有人啊。一有在公元前啊2000年啊的时候都有文明的存在啊。但是总的来说呢都是一片荒漠啊。一片荒漠。一般人呢也不浪漫啊。怎么呢？一般人很难以在这里头呢生存。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非洲啊。再讲非洲，讲9:27再过来啊，9:27啊。
Yeah.
是我的拯救，那谁能是我心里的唱，我喊救谁，就是我愁情爱是曾经我是我在他肚子里好我才在他长大的夜里出将感觉在旁身上现在我一二好，我们刚才讲那个撒哈拉沙漠啊，是讲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古还是有人啊，在古远古时期的撒哈拉沙漠有人有文明，但现在呢，只能从这个考古啊文物里头看的啊，有青铜器啊，你不能说文字呢，没说别的文字啊，就是埃及人的那种象形文字了，别的就不知道了啊，就是只能照着我们懂得的地方讲了啊。那现在来讲呢，在这个在非洲的北部啊，非洲的北部呢，你说有些旮旯可不可以给我跑出去的啊？跑不出去啊。非洲的西北部叫埃塞俄比亚啊，叫南苏丹啊，现在叫南苏丹地方呢，尼罗河上游。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啊，埃及的文明，埃及人这么发达，为什么埃及的文明没有继续传到非洲呢？不是，这里头有个东西又隔断了，叫沼泽地啊。大家你们去过沼泽地吗？又叫湿地啊，有些地方叫湿地，沼泽不太好听啊。但是沼泽地是什么地吗？那东西看似是实的，实则它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啊，对，在那个中国啊，以前那个四川南部啊，川南地区啊，有一片沼泽地啊。据说红军啊，中国毛泽东里的红军呢，过草地啊，草地的时候呢，你看上去这个地没什么问题，就是下面这个图样的没什么问题，往上面呢长的是草啊，也有一些小动物呢跑来跑去也没有事，但是人呢你不能够上去，你一上去会怎么样呢？你会陷到那个淤泥里头去啊，陷到淤泥里头。这样的地方呢在全世界也有，中国也有，但是这些沼泽地呢慢慢的呢被中国人排干了，你有什么办法处理呢？把那个水啊抽干，抽干了太阳晒了它土就硬了啊。在英国威尔士啊也有这些地方啊，
那个当年呢是那个以后讲英国历史的时候再讲，英国人呢就把那水给排干了，成为了英国成为世界上面的养羊去养羊放羊了啊，很好的牧场可以变成很好的牧场。但非洲呢，这个沼泽地有多大呢？有宽320公里，长呢400公里，相当于现在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啊，爱尔兰。那么呢，旁边呢生活一个民族叫做尼鲁鲁埃尔人啊，就这么一个民族，在这里头放牧啊，城市呢养一些牲口啊。这个地方呢，地势很平，啊，河网很密集啊，水上面飘满了这种植物，叫苏德啊。苏德呢，不是苏联和德国的意思啊，是水生植物啊，当地的土话啊。涨水的时候呢，是一片汪洋啊；不涨水的时候呢，就是长满了漂浮的植物啊。这个地方呢，旁边适合于养点牲畜，但是呢，不是，这就是今天啊，不要说古代，今天。你的交通工具汽车卡车啊，你根本就通不过啊，太多的淤泥了啊。现在这里在旁边呢修了一条运河，这是1980年代的修了一条叫琼莱运河啊，大概是在那个苏丹。那动物呢它迁移呢也不方便了啊。就这么我讲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讲非洲人呢怎么样呢，很封闭啊，他没有办法，他不是他想封闭，你一旦进入这种环境里头，你出去呢非常难。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呢，我找了一些图片啊，今天早上才找到的啊，以前上历史课的时候我就直接跳过去了。东非大裂谷啊，东非大裂谷呢有7000公里啊，这里我们表7000公里，7000公里是什么呢，中国的长江只有6700多公里，也就是说这东非大裂谷啊，比中国的长江还要长，吓不吓人，你想看看到这骨头啊，一般人你能够穿过去吗，你看看这个东非大裂谷，我们说普通人啊，不要说那些很特殊的这部队的特种兵呢 啊或者说、啊、开飞机的 啊一般老百姓你想穿过这个东大裂谷容不容易、啊、你想想看，非常的不容易了，是吧？很艰难了、啊。你得下悬崖，然后再上悬崖，非常的难受。非常难受，你这是你穿过去它干什么呢？对不对？你没事，你穿过它干什么呢？付那么大的代价，你能够得到什么呢？对不对？这还有一些山啊，就肯亚山呐、啊，什么阿伯德尔山呐、啊，啊马乌图岩呐、啊，埃尔贡山呐、啊，最有名的是乞力马扎罗山呐、啊，梅罗山呐、啊，维伦加山脉呀、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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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啊。这些呢都达到了9000米啊，公尺啊，这是台湾那边的数字啊。你像这些地方，你就算没有东啊啊这个东部大峡谷，你像这个山怎么穿过去啊？没事的时候你穿它干什么呢？对不对？没事你就穿它干什么呢？所以说。去东部，虽然非洲你看到靠近大海啊，海岸线很长，有什么用？那海岸线很长有什么用？你穿你过不去、啊。好，那西部呢？西部也是山啊，西部最有名的我给大家讲三座山，叫独格山啊、曼丁格山啊，还有亚斯特拉山脉啊，刚才这个我查稍微查了一下啊，当然它没有像那个东部的那个动不动4000-5000米的海高峰啊，它一般情况下呢也有1000米，这些地方呢是热带雨林啊，都是热带雨林，那你穿过去了怎么样呢，也比较难啊。那么非洲的气候呢分为两个季节，一个旱季，刚才有同学在那个朋友圈里头留言啊、哦、是的，非洲的气候呢一般是一个雨季一个旱季，所以说雨季和旱季的转移呢，这动物呢它就南北迁移啊，这是个狩猎的高峰期啊。
啊，各种人啊啊，因为它的旱季和雨季啊，是非洲的水果，你想想看怎么样？你看，就你不要看非洲，你看广东啊，中国的广东的水果会怎么样？你想想看这些地方，又是热带雨林啊，又有旱季和雨季，你想想它的水果怎么样会？这个几地方的？逻辑推，吃了不完的水果，非洲的水果多啊，动植物多啊，这么险的地方比一般，还有非洲的河流，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收集到了一些图片啊，我找了两条河啊，多了吧说不完啊，刚果河啊，它是个弧形的啊，流入大西洋的几内亚湾刚果啊。这第一个图第二个图都是刚果河，它不是所有的地方呢都是呢水流湍急的啊，它也有缓和的地方，但是缓和的地方呢，这周围呢，我告诉大家啊，这里我没讲，这水里头的你猜有些什么东西，虽然这水啊很鳄鱼，鳄鱼犀牛啊，那个犀牛还有那个蟒蛇啊，你能够想得到的凶猛的动物啊，非洲这些河里头都有。你想想看，古代的非洲人做的划的是磨牌啊，或者小那种小小啊木棍子啊样的，叫什么独木舟啊？你给你几个胆子，你敢在刚果河里头去游泳啊？你几个胆？你妈妈生你十个胆，你都不敢去下河，我告诉你。我以后等一下我推荐本书给你看一下啊，这刚果河里就什么猛兽啊，毒蛇都有啊，你能想得到的它都有。虽然水很不急怎么样呢，一般人呢怎么呢也不至于下水啊。还有那个赞比西河，那个水流怎么样呢，那个瀑布，这是啊非洲的那个啊维多利亚大瀑布，你想想看这个船你敢划过来吗？这因为它的峡谷多，非洲的山多，而且山都是很高大的山啊，这水流又急，这急的就是瀑布了。啊，赞比西河是流入印度洋的啊，全长2660公里，流域面积130万平方，这些说现在主要是做旅游啊，或者做发电，你航运了，到今天为止航运的价值都没有。不要说古代了，我讲了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非洲是个什么样的大陆？是个封闭的大陆，是个交通很不方便的大陆。一直到150年，其实1850年呢，欧洲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了的时候，欧洲叫什么？有个名字叫黑暗的大陆，黑暗的大陆什么意思？你进去很难，他非洲的人出来呢也很难，进去的人不容易，出来的人不容易。这里面呢充满了各种原始的宗教人啊，那丛林猛兽啊，谁先进去呢？李文斯顿，李文斯顿是隆冬宣教会改革成公理会成立的一个啊宣教组织啊。今天有人说改革成不宣教，是你们那个改革成不宣教，不是别的改革成不宣教啊。他们的宣教呢，李文斯顿是苏格兰人啊，他呢生活在农村里头的，他从小呢善于呢在那个野外生存啊。他大概几岁的时候就能够在河里头能够抓鱼啊，能够知道。往去这条吧。李文斯顿他在英国呢，他从小呢就擅长于在野外生活，他能够分辨各种植物啊动物，他是的，然后呢他又是医生啊，医生，然后英国人有尚武的精神啊，他背了一支枪到了非洲呢去传福音宣教啊，在非洲建立教会啊，当时他也是个博物学家啊，各种动植物的研究啊，非洲的地理啊都做得很不错啊，他这种呢死在非洲。他的身体呢埋在威斯敏斯的大教堂，他的心脏呢埋在非洲。他临死之前啊，就在那个赞比西湖下河旁边一个湖泊呢祷告，祷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过世了啊。
那里的那个非洲人把他的心脏挖出去，然后把他的尸体送回英国了，是吧？啊，对对对，就这个，不是这等人谁去了，你说谁在非洲去呢？你一般人过去怎么样呢？你是送命啊，他这宣教的热情呢，哎，就是非洲。那个为了感谢他的女王的支持啊，有个维多利亚瀑布，当时维多利亚女王啊，以他的名纪念他的。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啊，那个非洲，那个我给大家讲一点点故事啊，看时间有没有时间啊。那个穿越南部的那个沙漠啊，穿越那个塔哈拉的沙漠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穿越的呢？一般人你穿越不了的，有钱的没人，你说有钱人该买什么东西？李文斯顿这种人啊，他雇佣了那个哈图族的一个叫哈图族人啊，那些人呢就带着他穿越沙漠，每一个人呢拿那个椰子壳啊，然后呢拿些芦苇管啊，那到了沙漠里没有水喝了，怎么喝呢？那个管子啊插到那个沙漠里头，能够吸，插进很深的一个芦苇管子，然后在里头吸水出来，然后放在你的那个椰子壳盘里头，要不要喝？人家嘴里头吸出来的水，然后再吐给你喝，你要不要喝？你要不要喝？你要喝吗？不要。不要喝你就饿死。渴死的话，我可能会喝。对，就这种环境。李永生就在讲过，他们就是这么穿越那个卡拉哈迪沙漠，因为只有当地的土著啊，他有这个生活经验，你没有，没有经验啊。然后呢？他们呢那个在那个非洲过那个那刚果河啊，他们穿越了刚果河啊，绘了个地图啊，他请了非常几波那种很有驾驶经验的当地的土著啊，然后呢带着他的猎枪啊，然后他们吃肉呢，当地吃肉就打了种犀牛啊，把犀牛杀了啊，烤肉吃，天天吃犀牛肉，吃的就受不了啊。然后还有一些猛兽啊之类的东西啊，蟒蛇啊，都是他被这个猎枪了，一路上呢啊，就反正很艰险的，就是九死一生的，在非洲啊，宣教啊，给宣教人治病，哎呀，非洲人呢、啊，他没有国家观念啊，就是这个部落跟那个部落呢怎么的，如果没有关系，往往是生死冤家啊。李文斯顿跟他们做他们的使者啊，跟他们当翻译啊，李文斯顿语言学习能力很强啊。所以说各地的各部落之间的语言也不一样啊，他们跟他做翻译啊，等等的，跟他们治病啊啊，开始把他当成神一样看待啊，但是后来他告诉我是信耶稣的，怎么怎么的，跟他们传福音啊，在非洲建立教会啊，大家有时间看着这本书啊，《神就深入非洲三万里》啊。好，非洲呢，基本上呢四种人啊，基本上是四种人，一直叫布许曼人是最多的啊。啊，这个非洲人看跟中国人也比较像啊，懂了吗？跟中国的南方人很像啊，看到吗？布许曼人，还有呢，贝格米人是什么意思呢？贝格米人是贝格米人呢，在非洲的中部啊，个子很矮小啊，身高呢不超过1.5米啊，他们呢？数数啊，我给大家讲了，数数很难数到过十啊，1、2、3、4、5、6、7、8、9，数不下去了啊。现在可能有些啊，好，那文化水平高了就不一样了啊。他们呢，在生活在树林里头，啊，很擅长于是啊打猎啊，然后呢采集果物啊，食物非常丰富啊，非洲啊。非洲这片土地出来容易，出来不容易，进去也不容易，但是里面的物产呢非常的丰饶啊。高加索人呢就是来北非啊，就是这个阿拉伯那一代人，就这样子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埃及人，我就不讲了啊，阿拉伯人以后再讲阿拉伯啊，就是基本上这么一些人，看到吗？以致那些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呢把这非洲黑人呢不当人啊，认为他怎么的，他们呢是一个野兽，还没有进化完全，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这么认为啊，我们基督徒认为他们也是人，不是野兽啊，不是没有进化完全的人。南非黑人啊，这些人的原因是怎么形成的呢？地理原因形成，布许曼人啊，主要是中部的啊大部分的非洲人。
然后贝格米人呢，主要是生活在那个森林里头的啊，啊，非洲森林那种热带雨林的。黑人呢，南非的黑人呢，就是生活在那个卡哈拉哈迪沙漠以南的地方的人啊。然后呢，高加索人呢，就是现在的阿拉伯埃及人啊，就这样的，非洲这四种人啊，给大家讲一下世界上面的四种人啊。一种呢是这是1923啊，德国的一个人类学家分的啊，世界上呢分为四种人啊，一种是蒙古人，就是那个闪韩的后裔啊，又叫亚美尼亚人种、亚美人种或者蒙古人种啊，大概占世界人口的37%啊，中国人呢、日本人呢、韩国人呢、越南人呢。西藏人都属于了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呢叫白色人种啊，是雅佛的后裔，又叫做欧罗巴人种啊。白色的还有一个呢，黑色人种啊，黑色人种呢是尼格罗人啊，就黑色人种。还有个棕色的人，棕色的人呢，就是大洋洲啊、南亚次大陆啊这些啊，他生活在岛上的啊。其实高加索人种呢是白色人种啊。高加索人种中间大部分人呢是雅佛的后裔，像那个阿拉伯人呢，阿拉伯人这个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就是闪米特人嘛，就是闪米特人，就闪族人的后裔嘛，就这个大致了，就是大致这么区分啊。这个呢也有些人这个也说的这也不科学，你说不科学呢也说得过去啊，就是这个模模糊糊的大家这么说的啊，大家这么称呼的是吧。那么各个民族的有个预言，圣经上面有个预言啊，大家读一下创世纪9:24-26，这关人类跟整个民族之间有一个预言，大家读一下，哪个同学读一下？哪个同学读一下？哪个同学读一下看看？圣经的预言。9:24吗老师？到26:27。挪亚行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是雅弗扩张，是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这个预言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啊。迦南的后裔呢，比如说我们包括我们中国人，包括非洲人，都属于韩的后裔啊，都属于韩的后裔。我们给弟兄做奴仆的奴仆，非洲人呢，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到今天为止很难说我们中国人不是奴仆啊。我们给奴仆们的奴仆做奴仆，知道吗？你知道自己现在处于什么地位？你知道你现在处于什么地位？你知道不？我们在中国就跟奴仆的奴仆做奴仆。你说你交了多少税？你知道吗？不知道嘛，对不对？不过我们是给本国的，以前我们跟蒙古人做奴仆，蒙古人统治中国；我在我们跟满清人做奴仆，现在呢，我们给自己的人做奴仆，对吧？你说你在中国你有什么？拿房子是你的吗？房子是你们家的吧？你们家这的房子是你们家的吗？是不是？这不是话了，是还是不是？他们在墙上喷着是那个，不是宅基地，不是主业，而是国家地产。对呀、你就是做奴仆的嘛，你承认这个事实嘛？那房子这74年产权，你这租的，你就租了74年而已。你就是做奴仆的，我也是做奴仆的。你承认这个事实，不要不好意思，你就是做奴仆的，就不承认。我们国家从秦始皇开始，老百姓都是做奴仆的，是吧？奴仆呢，有的呢是比较和平的时期的奴仆啊，奴仆也会有高低嘛，有打得个半死的奴仆，对不对？有些过安稳生活的奴仆嘛，我们现在过安稳生活的奴仆嘛，就是奴仆的。非洲呢也是啊。非洲的奴隶呢是给别的民族做奴隶，好像呢到美国放过去什么做黑奴嘛，你是黄奴嘛，我是黄奴嘛，知道吧？
我不知道你们没办法的，就有些人不承认了，有些人觉得不好意思，你就是的啊。我们就是跟奴仆种奴仆的奴仆，要承认这一点。在基督里头呢，我就懂了，以前我不懂啊，以前我不懂啊。嗯，这第二个呢，闪呢，闪本来是传承亚伯拉罕的信仰，按道理说他应该去传亚伯拉罕的，传挪亚的信仰，传怎么呢？坚守呢？但是闪怎么样呢？他拜闪族的后裔到了什么呢？他没有扩张，犹太人不传福音，他把这个犹太以色列人这个名字是宗教性的还是民族性的？我问大家，当上帝给雅各取名叫以色列，这个以色列是什么意思？是民族概念呢，还是宗教概念，还是个信仰的概念？你说信仰概念。当然是信仰的概念，但是犹太人把它变成个民族概念的，把耶稣给钉十字架了，知道吗？所以福音传到哪里去来了？传到亚佛的子孙嘛，白人。今天谁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谁给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你说白人，白人给我们传，不是犹太人给我们传的吗？哎，犹太人想方设法还害我们。说实在，他在哈尔滨。现在美国那块人给我们中国传福音。这是亚佛的后裔嘛？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的，他是亚佛的后裔给我们传福音的嘛？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头嘛？就这样的嘛。然后我们呢？而且不信的就是做奴仆。那我们知道这自己是吧？我知道是自己是个奴仆的，在中国。但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继续待在中国。你有什么权利？房产是你的吗？不是的。我很想做农民啊，买个二十亩地，我能买吗？我买了我只能买啊，这租二三四年，再多三四年怎么样了？我又还给国家了，我去干这个东西干什么呢？对不对？哎，有些人连自己是奴隶的都不知道，不知道是做奴仆的人都不知道。奴仆和奴才有什么区别？奴才是他心甘情愿，不知道他自己是奴，叫奴才。那奴仆呢？我知道我自己是奴仆。但我没办法，现在是奴仆嘛，对不对？我不能跟我你要我这么做，完了，那我去造反嘛？耶稣没叫我们造反嘛？你要知道自己是奴仆，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奴仆，你只能算是奴才，知道吗？奴才不知道，还得意洋洋的，以为全世界就你最幸福，那操心的，全世界就我们最幸福啊，东方风啊，太阳升嘛，真的啊，知道哎，知道自己是奴仆的啊，那。再大家看一句，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时间翘了呢？是非洲人啊，中国人啊，都时间翘了来了？也不是这么说啊，啊，大家看一下啊，《使徒行传》17:26，同学读一下好不好？大家同学读一下啊，时间不多了，加紧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谢谢啊。就全人类啊，上帝的预定了他的年限和疆界啊，就是他们住在非洲就非洲，住在我住在中国，我没办法，我不是我选择，对不对？我就生活在中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就在中国啊。你看一下这些人啊，人呢都是一个整体，为什么非洲人长得特别黑？你说啊，太阳晒的嘛，啊里头啊，有的温度50度啊，年均降雨量2000毫米以上，当然。有些地方非洲50%这年均降雨量才500毫米啊，500毫米以下的地方呢，占非洲100以上的地方，就是它降雨量不平均，它不平均，渴的渴死啊，捞的捞死，旱的旱死，它是这么个地方。你看呢，啊人啊天气炎热怎么样呢？人的身体嘛。他会怎么样？他就耐怎么样？你长期生活在那地方怎么样？你身体很耐热，你体力就很健壮。你像一个你都在非洲草原上面生活啊，你过来你要，如果你不擅长跑的话啊，请问你能够逮到野兽吗？如果你不擅长跑步的话，你能够逮到野兽吗？你能够吃到猎物吗？不能。不是你一定要能跑，而且你还能爬树，你体力就很好才行，对不对？你练的练出来了，从小会练出来了啊。然后你的鼻子的呼吸能力很强，因为天气炎热，怎么样呢？你这个鼻孔，你长期这么练啊，你的鼻子的呼吸能力很强。别人跑步跑得累得要死，非洲人没事，他没事，
他呼吸能力很强，肺活能力很高。然后他长期晒太阳怎么样呢？他皮肤怎么样呢？他能不黑吗？他皮肤是黑的嘛？他晒了几千年的太阳，对不对？他能不黑吗？那北方，你像那个啥，中国的山东，欧洲的德国，他长期没什么太阳晒，或者太阳不那么强，他皮肤怎么样呢？自然就白了嘛。皮肤越往北的地方，人越白；越往南的地方呢，皮肤黑。你看这两个人啊，他有时候也很像的，看到没有？那个肖继国啊是四川人，他长得像什么呢？奥巴马。那个罗元平啊，他是安徽人，他长得像呢普京。因为人类怎么了？原来都是个整体，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只不过是在地理环境怎么样呢，把我们搞得越来不一样了嘛，知道吗？为什么呢？蒙古人那么矮洞洞的呢？因为骑马的民族嘛，他要弯着腰啊，在马上面保持平衡啊。他觉得矮洞洞的，但是力气很壮，很上去摔跤啊之类的啊。那么怎么呢？在基督里头蒙恩了，我们就平等了。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蒙恩啊，你别指望黑人和白人平等，没有这回事的啊。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怎么说的？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来，我同学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是上帝造的人啊，遍布整个世界啊。然后呢，由于随着时间的久远呢，长得也不一样了，说的话更不用说，说的话也不一样了。但是呢，在基督里头呢，可以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啊，同蒙应许，是这个意思。这福音的啊，拯救啊，好。非洲的经济呢，古代的经济，刚才除了讲那个，他们主要是农业啊，到今天为止主要是农业，古代呢更是农业啊。种烟草啊，玉米啊，赖马稻啊，南瓜啊，番茄，其实西瓜啊，我们今年啊夏天吃的西瓜，这些呢是非洲人种的啊。非洲人种的西瓜呢比较有点苦味啊，没这么甜。后来到了埃及啊，传到埃及，埃及人呢进行了一些培植啊，就没那么苦了。一直呢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呢，西瓜是在中国的汉朝啊，就是耶稣啊，这是那个汉武帝时期啊，传到中国来的，就张骞出使西域，大概那个时期啊，中国人呢开始种西瓜啊，不是面积很大啊。这里呢，非洲呢，其实它在公元前500年已经会炼铁了，就是它炼铁技术呢，比中国人要早啊，但是他们要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在那个埃塞俄比亚也有很高度的，在公元一世纪前啊，像是中国汉朝啊，有这些啊现代化的建筑物啊，你看了吗？也比较不错啊。但是它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呢？你看了一下啊，如果你生活在非洲，你伸手能够摘到香蕉吃，你伸手呢也能找到可可吃，然后呢你搞个篓子也能够抓到鱼吃，请问你用得着辛苦的劳动吗？你用得着辛苦的劳动吗？我问大家，不用，不用，对不对？所以非洲人，有人说非洲人智商很低，我认为不见得。那边奥巴马怎么能当美国总统呢？你说他智商低吗？不低嘛的，关键是环境的原因。这些水果，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说来得很容易啊，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搞到吃的。非常丰盛的水果，这土地又肥沃啊，水果还有想吃肉就有肉，想吃鱼就有鱼啊，想吃水果都去摘啊，只要不闲在家里头啊，你去摘啊。所以这么物产丰饶的土地，非洲虽然很封闭啊，出去不容易，进来也不容易，但是呢，吃和不用穿了，对吧？他光着屁股就行了，对不对？他们不用穿嘛，而且穿的很少啊，把那树叶遮住就行了啊。所以怎么样呢？这片土地呢，能养活他们，他不需要怎么样呢？去思考很多的发明，有很多技巧。要用，比如说要分水果，为什么他们只要像毕格米人的话，他数到十，他一个小组出去打猎也不会超过十个人，他干嘛要数到十呢？对不对？
他干嘛要辛苦的干活呢？他干嘛要去搞很多科技发明呢？啊，没有的人才会想主意嘛，谁喜欢做生意？我问大家，我先跟大家，我跟大家讲过非逆技能，非逆技能为什么喜欢做生意？他为什么发明了那个聘用文字？他那个做了这种生活待遇吗？对呀、啊。地方就不好，不适合去这个实行农业生产之类，只能去做贸易。对呀，同学们讲得很好，你理解这环境，那环境呢？因为环境很贫瘠啊。为什么德国的机床很发达？为什么日本的工业？日本有什么物产资源？他没有啊，他没有的话，他难道去死吗？他就想点办法嘛，对不对？所以他人的脑子就变得聪明了，对吧？人脑子变得生活太安稳了，这人呢，就像黑人一样的日子过得很好啊。这物产丰饶啊，吃喝不愁啊，只要稍微费点力，当然不能树上你愿意采果子嘛，那树上果子你都不愿意采了，就很麻烦了。到今天为止，非洲还是以农业为主啊为主的社会，是世界上面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他不愿意去做啊。那个美国黑人跟牧师说，非洲到今天为止都不能够用砖头造房子，不能啊，他本地人不愿意钢啊，我不能说南非或者埃及啊，普通的那个。80%以上的这个啊黑人呢、啊，还不能够用钢筋水泥造房子。好，我们再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帮助我们理解啊非洲人啊，他们为什么很黑啊？他鼻孔为什么朝天，看上去像星星一样的啊？是他们啊？造成进化论的时候，它是不是没有进化完全的动物呢？还是环境形成的呢？主啊，求主帮助我们。非洲人是不是天生很懒呢、啊？不愿好学啊，不求上进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能够理解非洲人为什么体力很好，善于运动呢？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理性的去思考这些问题，不歧视非洲人，也不啊巴结非洲人或者高举非洲人。愿主带领和帮助我们，尊重别的民族，就像别的民族的人应该尊重我们一样。主啊，我们在世界上面人的差异待遇很不一样，有穷的，有富裕的，有发达的，有落后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头愿意合一。愿主带领和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